第一种分类，第一种分类呢是假象为实派和实象为实派的这样的两种分类。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二种分类，这个是比较普遍的。那为实派呢又可以分为随理型，也就是随教型为实派和随理型为实派二种。好，请帮我念一下。唯识宗又分随教型唯识宗和随理型唯识宗二派。随教型是尊奉瑜伽师地论的唯识宗派，随理型是尊奉七部量论的唯识派。好，那为什么说随教型唯识派呢？因为他们是尊奉无着菩萨写的瑜伽师地论来什么呢？就是说宗义的。那所以呢称之为随教型唯识派。那为什么说随理型唯识派呢？因为比如说就是这些嘛呢，什么法身论师，他们呢法身论师他们是随理型唯识派，因为他们是尊奉七部量论的，也就是说七部量论为主，那然后再说什么根据七部量论来说是吧，就是唯识的这个宗义，也就是说主要是以七部量论来支持自己的那个唯识的见解，所以呢就是称之为理教型。那提到七部量论的什么为什么它就是跟那个理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七部量论，也就是说七部量论呢最主要就是他们在抉择唯识派的见解的时候都是用理路，也就是说正念的，透过正念来解决抉择这个唯识派的什么就是能取所取亦空等等这样的，就是空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就是跟这个理路是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好，那接下来呢释名。三释名，因为此派畅言一切法只是心的体性而已，所以称为唯心宗或唯识宗。又此派从瑜伽的基点确立道行的实践，所以也称为瑜伽行派。那这里呢有就是有两个名称，第一呢唯识宗，第二呢是瑜伽行。好，那为什么为什么世亲菩萨，那然后法身论师、陈那菩萨，
那等等这些，为什么他们是称之为唯识宗呢？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法都是由都是什么呢？就是心的一个体性，只是我们的心演变出来的。那心演变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我们的世田当中留下的那个什么习气，它觉醒之后，那才能显现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或者是意识到这些就是法，所以说是心的体性，所以称之为唯识宗或者是唯什么唯心宗或者是唯识宗。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法或者是意识到一个法的时候，为什么会见看到呢？为什么会见意识到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我们心里面心上的习气觉醒的缘故，所以他才看到或者是意识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一切法都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意识当中的这个习气还没有觉醒的情况下，不可能看到或者是不可能意识到的意思。所以说一切法是心的体性，一切法是我们的心演变出来的，是这个意思。好，那为什么他们称之为这个什么瑜伽行呢？因为他们是以基道果的基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实现三乘的这个果位，所以呢说是瑜伽行。好，那第四呢？四主张，一根的主张，一进。一切所知设为三性，因为一切有为法是依他起，一切法性是缘成时，其余是遍计所值。虽然这三种法都是自方有、自性有，然而是否地时存在是有差别的，因为遍计所值地时无，而依他起和缘成时二种法是地时存在的。虽然圣意上不存在，但在分别事情。就到这里吧。好，那主张的部分呢，就是跟上面一样，有什么根的主张，还有道的主张、果的主张，就有三种。那根的部分呢，净和有净。那净的部分，也就是说对净，就是所了解的所知的这个部分呢，一切所知是为三性。那这个在这个部分啊，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的是，唯识宗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很普遍的三性三无性，这个一定要要明白三性三无性。那三性呢是依他起
缘成始，遍计所知，这三个东西呢就叫做三性。那三无性呢，三无性，三无性就是遍计所值，无自相。那然后依他起，等一下，三无性的话，我刚刚给大家传过了。三无性是这样的。相无自性性，身无自性性。甚亦无自性性，就是有三种。这三种呢叫做三无性。好，那所以呢，一切法都设为这个三性当中，没有第四个法。那依他起呢，就是我们在摄律学里面提到的事物和无常，就是跟这些是同意的。意思就是说，因缘而生起的法就是依他起。那下面呢会提到它的那个定义啊。那然后缘成始，缘成始呢，我们平时在讲的这个空性，只不过是唯识宗的时候，它就是换了一个名字，换名字什么呢？就是换的缘成始。就是取了一个名字，缘成始。那其实就是在说空性，跟空性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然后第三个法呢，就是遍计所值。好，遍计所值呢，在一切法当中，除了依他起和缘成始以外的法，就是遍计所值，也就是说，事物和空性以外的所有的法，都是归摄于这个什么遍计所值。好，那虽然这三种法都是自方有、自性有，然而，也就是说，这三种法呢，就是三性，它们都是什么？自方有、自性有、自性成立的。但是其中呢，它们不同的地方，就是前两者依他起和缘成始是第十有的，那后面的遍计所值，它是无第十有，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好，那我们首先在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性三无性，还有呢就是三转法轮。
因为我们一般平时在说的三转法轮，就是出自于什么呢？唯识宗，这是一个唯识宗的一个说法。好，那首先是这样的，那唯识宗，我们说唯识宗，佛陀就是圆寂之后，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叫做唯识宗的这样的派系呢？因为佛陀，就是在世的时候，他说了很多的法，但是最主要呢，就是《般若经》。《般若经》就是广中略，就是有三个。那是这样的，比如说金部宗还有毗婆沙宗呢，他们根本不承认有一个般若经的存在，他们说这是后来的一些人他们自作出来的，其实没有什么般若经，没有什么二万颂、十万颂、八千颂这样的，佛陀也，他们就是认为佛陀也根本没有讲过，没有说过这样的，所以小乘的宗派呢，他们根本不承认大乘的这个经典，大乘的经典，那么他们呢，就是只承认小乘的一些经典，所以承袭大乘的经典，也就是说般若经的这个宗派呢，只有唯识派以上，唯识派以上的。好，那唯识派以上的他们呢，也就是说这个般若经呢，龙树菩萨他们认为般若经的最究竟的意趣，也就是他的见解，是属于中观应成派，也就是说在于中观应成派，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对于经典的内涵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那然后世亲菩萨他们呢认为般若经的最究竟的这个什么意趣呢，就是在于中观自续派的一个见解。那然后无着菩萨还有世亲菩萨，就是无着菩萨兄弟啊，他们认为般若经的最究竟的意趣，也就是说佛陀最究竟的意趣呢，就是在于唯识，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心的体性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佛陀最究竟的意趣是这样的，他们是认为是这样。那好，那我们其他的就今天就不讲了。主要呢就是唯识派。那么为什么唯识派会这样认为呢？也就是说无着菩萨、世亲菩萨，那然后什么陈难菩萨，那然后约称，不是约称，就是法真论师等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这个《结生命经》从《结生命经》就是讲一下《结生命经》呢。其实《结生命经》它是《般若经》的一个解释。那谁来解释的呢？
就是谁解释的，也就是世尊他解释的，那跟谁解释呢？就是圣意身菩萨，一个叫圣意身菩萨的，就是给他解释的。那为什么给他解释般若什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因为圣意地菩萨呢，虽然他没有什么的疑问，就是也就是说后代的这个弟子为了他们，就是他问了很多的问题。那其实这个结身密经，它是结身密经呢是一个大乘的菩萨和世尊就是互相这个对话，他们的一个对话。那菩萨他们就是问世尊，问世尊呢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些问题呢？好，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三转法轮。那初转法轮、中转法轮、后转法轮就是三转法轮。那初转法轮呢，指的是四谛法轮，就是四谛经，佛说四谛经。那中转法轮呢，指的是般若广中略，就是三种经典。那然后三转法轮呢，指的是结身密经。结身密经里面有结身密经，其实呢它有就是十品。那其中这个第三转法轮，它主要指的是结身密经的第十品当中的圣意身菩萨请问经。请问经，因为这个十品呢都是不同的就是菩萨他们问的问题。好，那我们首先就是三转法轮当中第初转法轮，它的内涵是什么，它讲的是什么。那然后再了解一下中转法轮，它讲的到底是什么。那然后第三转法轮，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好，那请看到了不了义上说赞论。首先呢是也就是说这里我们要明白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第三转法轮。因为前两转法轮当中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两个内涵。所以呢就是圣意身菩萨呢就问那个世尊，那然后世尊就是问答。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问答的这个呢就是结身密经，就是结身密经。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三转法轮它是一个什么呢，第三转法轮呢又叫分辨法轮。它是什么呢？般若经的一个解释，就是般若经的解释。好，那首先第初转法轮，也就是四谛法轮当中
到底讲的主要讲的是什么？好，请帮我念一下这个。第一页、第二页的经初，我做了记号啊。格西拉是第二页吗？是说就是第二页的，对的，第二页的经初丙一，请问，什么？问金离相尾，对不对？哎，对。那解生密经从这里开始念吧。解生密经云：世尊以无量门曾说，诸蕴所有自相、生相、灭相、永断、变知，如说诸蕴。诸处缘起，诸时异耳。如是又说，曾说诸谛所有自相、变知、永断、坐证、修习；曾说诸界所有自相、种种界性、非一界性、永断、变知，以无量门曾说37提菩提分。所有自相，能也所有能智，可它是只有两点嘞。能智所智，即以修习为身令身，身己坚固，不忘备修增长广大。好，到这里是，就是圣一生菩萨，因为就是他觉得在第一转法轮当中所提到的和中转法轮当中所提到的完全是不一样，所以他就是问世尊为什么，也就是说他对世尊说，你在第一转法轮，也就是四谛法轮，四谛法轮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佛陀就是第一次跟那个什么无比丘说的那个四谛法轮啊，也就是说这个四谛法轮当中，你说一切法就是我说的那个一切法，你们都要知道，一切法呢，就是从五蕴当中的第一色蕴开始，到一切相智，这个中间呢有108法，一切法都是包括在这个里面，没有其他的，108法。就是般若经他在讲的法就是有108法，所以这一切呢，比如说这一切都是相身，还有身相、面相、永断、变知，那然后又说什么呢，种种界性，这些都是提到。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四谛法论当中，你说一切法都是有自性的、有自相的，所有自相、种种界性，对不对？他提到的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相有的，有自相，在四谛法论当中是这样说的。那然后在中转法论，他的另外有一个名词就是无相法轮，无相法轮当中，你又说一切法，好，从这里开始，世尊复说，你又在中转法轮当中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为审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说，
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我今请问如来思义，唯愿如来哀悯解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所有密意。好，就到这里。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在《结生命经》当中，圣意身菩萨就是跟佛陀说的啊，佛陀就是提问的那个问题。那第二段里面呢，就是世尊复说，也就是说你在说第二转法轮，也就是说般若经的时候，你说一切法都是无自性啊，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你是这样说的。那所以呢，他就是觉得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初转法轮的时候，你说一切法都是有自性，但是在说般若经的时候又说无自性，这个是什么？请解释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在初转法轮，初转法轮也就是四谛法轮当中，他讲的是一切法都是有自性成立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法都是有自性成立的。这个是针对的所化机呢，是小乘，就是针对的是小乘的所化机。跟他们说法的时候，就是一切法都是有自性成立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那然后在讲般若经的时候，他针对的所化机呢，就是大乘的这个信徒。所以呢，对他们说，他又对他们说，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等等，是这样讲的。所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不是相违吗？就是有矛盾吗？对不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可以这个问题里面可以看出来，四谛法轮里面的在说四谛法轮的时候，世尊是从色蕴一直到一切片智的108法都说是有自相的，有自性的。那说般若经的时候，就是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是这样说的。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样的。那然后世尊是怎么回答的？那接下来请念一下下面的黄色的这个部分。解生密经云，这个是回答佛陀，就是跟圣意身菩萨的一个回答。好，你说。解生密经云，圣意身，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所谓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为依三种无自性说无自性。好，到这里，到这里是在经典当中的佛陀的回答。那他回答的时候说，圣意身菩萨，你应该要知道什么呢？就是当知在说般若经的时候，我说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成立的意思呢，是依于，也就是说说的是依什么呢？三种无自性法
而说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是这样的一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五自性，三五自性呢是什么呢？就是相无自性、身无自性，那然后是身意无自性三种。也就是说，在般若经当中，字面上有五自性、无自性，或者是五什么无无无，都是依于三五自性，然后说五自性，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它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一切法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不是五自性，没有五自性的。有一些是有自性的，有一些是无自性的。那我说的无自，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就是说，依于这个三无自性，然后再说无自性，是这个意思。好，那然后这个是在经中的答案。那然后无着兄弟呢，无着兄弟在抉择分，那然后唯识三十颂里面他们也是这样解释的。好，请帮我念一下。设抉择分云，问世尊依何密意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答：由依彼后所化势力故，说三种无自性性。好，所以呢，无着菩萨在设抉择分里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一切法虽然在经中是这样讲的，在般若经里面是说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成立，那无生无灭寂静涅槃等等这样说的。但是有一些法呢，就当然是有自性的，比如说依他起缘成实，这些是有自相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世尊，它的密意是什么？然后就是解释的时候，它是依结身命经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世尊这样说，它的意趣呢，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的意趣是什么呢？有彼彼后所化势力故，说三无自性性。也就是说，就是为了一些什么呢，所化机，就是要调伏，为了调伏所化机，才在般若经里面是才字面上是说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成立的，是这样说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那是怎么样呢？就是五种自性性，依五种自性性来说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成立的，是这个意思。好，那然后世亲菩萨的。唯是三十颂云，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那世亲菩萨呢，在解释般若经，就是般若广中略三种经典的内涵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解释的。怎么解释呢？在般若经里面字面上所说的一切法无自性成立，这个说法不是像字面的说的那样没有什么自性成立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所以说依三无性，那然后是在讲说
什么呢？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成立，一切法无性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唯识派他们在他们的什么这个主张里面呢，就是自性，有自性和无自性是有区别的。就是这个三性当中呢，就是三性当中这个依他其和缘成始这两者呢，他们认为是有自性的，就是有自相的，有自信性。那然后遍气所知，他们认为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唯识派他们根本不承认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所以呢，世尊就是对他们回答的时候也是这样回答的。好，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三无自性、三性和三无自性。好，请帮我念一下。第三页的第一行，从第二行开始。是初无自性，那初无自性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刚才提到了，就是一三无自性，然后说一切法无自性，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有问题会跑出来。那你说的这个三无自性是什么？所以呢，下面就是回答佛陀的回答。所以圣依深菩萨呢又问了这些问题。那首先，什么叫做相无自性性？什么样的一些法是相无自性性？那为什么说相无自性性？就是有两个问题啊，什么样的法，哪一些法是相无自性性？那为什么这些法称之为相无自性性？好，请帮我念一下。是初无自性，解生命经云：云何诸法相无自性性？所谓诸法，遍计所执相，何以故？此由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是故，对，是故。说明相无自性性。那这里呢？就是在介绍相无自性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哪一些法？那然后为什么这些法是相无自性？好，首先，所谓诸法遍计所执相，所以说这里面的相无自性所谓的这个法呢，是指的是三性当中的遍计所执这些法，比如说虚空、常法、虚空，还有灭谛等等这些法，也就是说。依他其和缘成始除此之外的法，这些就是遍计所执。这些就是什么呢？相无自性性。那为什么这些法是相无自性性呢？它是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的。第一，由此假名安立，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分别心，唯有分别心安立而已，没有自相的。第一，
什么呢？从成立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法都是我们的分别心安立的。那遮出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这些法是没有任何自信的，故说名相无自信心。好，那接下来呢，第二个无自信心就是身无自信心。是第二无自信，解释密经云：云何诸法身无自信性？为诸法依他起相，何以故？此由依他原力故有，非自然有，故说明，是故说明身无自信性。好，那第二个无自信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从两个角度来了解一下。第一，佛陀你说的身无自信性到底指的是哪一些法？为什么这些法是身无自信性？就是两个问题。好，那首先呢，佛陀说，我所说的身无自信性不是一切的法，而指的是什么呢？诸法依他起的法，也就是说因缘而生的这些法，就是身无自信，身无自信性。那为什么这些法呢？为什么这些法它是身无自信呢？因为他们是有身的，对不对？你还为什么说无自信、无身无自信呢？他们因就是其实是身的，因为因缘而生的。那为什么还说身无自信呢？所以，同样的，就是从两个角度来回答问题的。第一呢，就是成立的部分。成立的角度来说，此有依他原力故有。第一，为什么依他起的这些法称之为说身无自性呢？身无自性性，因为他们是因缘而生所有的。第二，就是从什么呢？就是遮出的这个部分角度来讲的话，非自然有。第二个原因就是非自然有，意思就是说，依他起的这些法，他们是依于因缘，而不是自然的出现的，自主的有的。自然的存在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自然的存在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第一就是从因缘而生，第二呢，之所以它不是自然有，所以呢称之为这些法呢，就是称之为身无自信性，而不是说他们是没有身，没有什么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好，那第三无自信呢，是身意无自信。那这个身意无自信呢，有两种。第一呢，缘起的法身意无自信。第二种呢，就是缘成时的法，就是身意无自信性，就是有两种的说法。好，那第一，是第三无自信有二道理，
立依他其为，甚亦无自信。解深密经云：云何诸法，甚亦无自信性？为诸缘生法，彼由生无自信性故。说明无自信，即由甚亦无自信性故，亦名无自信。何以故？甚亦生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以为甚亦，依他起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亦说明为甚亦无自信性。好，那第三，甚亦无自信性啊，甚亦无自信呢？我们还是有，就是从两个角度来，就是解释。第一，佛陀你说的甚亦无自信性，指的是哪一些法？然后呢，为什么说甚亦无自信性这个量？那第一个他这个回答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甚亦无自信性，就是有两种。第一，就是缘起的法，也就是依他起的这些法，就是甚亦无自信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依他起的这些法呢，它不是清净所缘，清净所缘境界，所以说是甚亦无自信性。那这里我们要明白的是，非是清净所缘境界。这里的清净呢，就是通达现什么现证空性的这个圣者的智慧，就是通达现证空性的智慧，就是可以说是现证空性的智慧。意思就是说，这些依他起，就是因缘而生的这些事物，因为不是通达空性的这个对境，通达空性的智慧的对境，所以它不是他们是甚亦无自信性。好，那第二呢，请帮我念一下。立第二甚亦无自信理，解深密经云：复有诸法原成实相，亦名甚亦无自信性。何以故？甚亦生，若是诸法，法无我性，说明诸法无自信性，即是甚亦。言甚亦者，为一切法无自信性之所显故，由是因缘说为甚亦无自信性。好，那第二呢？所谓的甚亦无自信，还有另外的一个法，那这个法呢是空性，也就是缘成实。那缘成实这些法呢，为什么称之为甚亦无？为什么说甚亦无自信心呢？因为这些空性呢，都是远离法我，他们是法无我，所以呢，是已经破除了什么？不是破除，已经是远离这个什么远离这些什么呢？就是法我执，可以说是法我执，法我有，应该是法我有。所以呢，他们是甚亦无自信。
那最主要的第三个圣意五字信心呢，就是指的是空性。因为空性呢，它是一切法的究竟的真相，所以它再也不是什么有自性，什么不是有自性啊，就是有法我这样的东西，所以远离了法我，所以呢它是就是法物，可以说是空性法物。好，好，那这是唯识宗他们的就是根，还有呢道果三种当中的根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部分，就是三性三无性，三性三无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请帮我念一下这个课本的还有第二段吧。第二段，我们把这个第二段念完，那然后第三段开始是定义，三性的这个定义。虽然开始。虽然圣意上不存在，但在分别事前存在者，就是遍计所值的定义。它分二类。好，那到这里吧。三性的这个定义。好，那大家有问题吗？好，三转法轮指的是哪三个？四谛法轮、无相法轮跟圣意决定法轮。分辨法轮应该是分辨法轮，对。好，那四谛法轮指的是哪一个法轮啊？什么时候说的？跟谁说的？好像是佛成，释迦牟尼佛成佛。在哪里说的？在，好，知道的同学可以回答。就是三个问题：四谛法轮，初转法轮指的是什么？什么时候说的？在哪里说的？对对，地方地点就是在鹿野苑，也就是瓦拉纳西。那针对的是五比丘，那说的法呢是四谛法轮，什么时候呢？师尊成道之后，成道的49天之后。好，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的内容就是从色法一直到一切相智，都是无自性的，对不对？就是都是有自性的、有自相的、有自相成立、有自方成立，就是这样的，有地识成立。所以从色法到一切相智，这个中间你们要记得有108法，
108法当中呢有二谛、四谛、五蕴，还有呢什么这里面提到的37菩提分，还有什么什么都有啊，就是三相，就是三智啊，都有。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啊，16种空性。好，那第二转法轮呢，指的是哪一个？那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它的内容是怎样？好，请回答。该是在灵鹫峰。是灵鹫峰吗？我查的以前的笔记。灵鹫山说的是什么呢？无相法轮。心经。无相法轮。好，那什么时候说的呢？不知道吗？不知道。这个是没有什么，清楚的这个岁数啊，说是什么？就是说四谛法轮的不久。就是说那个什么无相法轮，也就是般若经，就是中间嘛，对不对？中间首先是说四谛法轮，中间是说什么无相法轮，最后说的是分辨法轮。好，那他说了什么不是对谁说的呢？这是大乘所化集中观的观点。不见得是中观，因为它的特别的所化集还有唯识的那个信徒嘛，对不对？唯识宗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他的所化集也就针对的是大乘的信徒，就是大乘的所化集对他们说的一个经典。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了什么？般若是8000颂、20000颂和100000颂。对对，这三个经典里面他是说了什么？这个主要就是应该是空性。应该是这样说啊，刚才我们就是圣意深，他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不对？初转法轮当中是说什么呢？一切法，也就是说从色蕴色法一直到一切相智都是有自信的，就是说了这个这样的一种法。那然后无相法轮的时候，那对大乘的所化集是怎么讲的呢？一切法无自性。对，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
诸法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涅槃，不是，有三四种的这样说法。对，不管怎么样呢，他是说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就是这样讲的。那一切法就是无自性，对不对？这样说了，但是呢，下面的也就是说，所化机他们都认为是这样吗？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一些所化机呢，他认为不是佛陀在字面上这样讲的，所以呢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所以对于唯识派的这些呢，就是佛陀说，我说一切法无自性，并不是说一切法都是这没有自性的。其实这个里面呢，我是依于什么三无自性性而说一切法无自性性，并不是说一切法无自性性的。也就是说，般若经当中的依他起，什么遍计所知的法，说无自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分别假立，那然后没有自性，所以我就是这样讲的。那依他起的法，其实他们是有身的，有自性的，那为什么还要说无自性呢？他说，因为他们是没有自然的身，所以我说身无自性，所以我说是无自性。所以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佛陀对于唯识性的这些所化机，他说的什么依他起这些呢？这些法无自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法是没有自然的自性，没有自然的身，必须要观待因缘，所以说无自性。其实他说意思就是说，不是没有自性的，有自性，但是我说的无自性意思是没有自然的身，所以无自性。那圆成时也是一样的，虽然圆成时呢他有自性，但为什么佛陀说无自性呢？在般若经里面，所以唯识派他们认为虽然是有自性的，但是因为这是什么呢？没有法我的存在，所以说无自性。好，那然后呢，第三什么，对，中转法轮，也就是第二转法轮呢，指的是般若广中略三个这个经典，三部经典。那然后最后的第三转法轮，它指的是什么，哪一个经典呢？解深密经。解深密经的话好像不行啊，应该要说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呢有十品，那其中里面有一个甚益深勤问经，就是甚益深菩萨和佛陀的对话，就是他们的问答，有这样的一品。那这品呢就是第三转法轮，
我们一般会说圣意深请问经。第三转法轮指的是圣意深请问经，明白了吗？明白了。嗯，好，我的意思就是说结身命经啊，不是整个结身命经，不是第三转法轮，因为结身命经它有十品，就是不同的十位菩萨请问的，就是问佛陀的，就是请问的这样的十品经典。好，那它针对的是什么呢？所化机，大乘的持有唯识派观点的所化机。嗯，好，大乘的唯识派，对唯识派，对他们说的，那怎么说的呢？就通过三自性、三无自性，因为这部经的那个经典的名字是分辨法轮，对不对？第三转法轮叫做分辨法轮啊，所以呢，分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三性、三无性。就是清楚的说到有没有自信，有没有自信成立的，这样的。因为有一些是自信有的，有一些是没有自信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三转法轮当中呢，它明显的很清楚的就是提到了三性当中的依他起和唯识，唯尘识是什么呢？有自相的，有自相成立。那第三性，也就是遍计所知呢，根本没有什么自相成立，所以有五自相成立，非常清楚的提到，就是在这个第三转法轮当中。清楚的说到这个问题，所以称之为什么呢？分辨法轮。刚才我们念的就是甚意深请问经啊，三无性，对不对？为什么说三无性？什么是三无性？为什么说三无性？这些都是什么呢？结身命经里面的圣意深菩萨请问经里面的这个问答。好，那就到这里啊，有疑问吗？我不是说第十品啊，我也不知道哪一品。那总的来说，解身命经有十品，它是一个其中的一品。
其中的一篇呢是《圣一生菩萨请问经》。因为这个是特别的，就是针对的是唯识派的一个三性三无性的这个问题嘛，对不对？那其他的比如说文殊菩萨请问经，这些里面应该没有提到这样的三性三无性的。所以啊，不会说是什么第三种法、第三转法轮。第一转法轮、二转、中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不是见什么。第一转法轮说了之后，马上说第二转法轮，不是这个意思啊，一二三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们的次序。那有一些就是回答的时候，为什么说初转、中转，还有呢后转？那他们说就是这个回答呢，第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的法。第二呢，就是不久，也就是中间说的法，后来说的法，就是这样说的。最初说的法就是初转法轮，中间说的法就是中转法轮，最后就是后面说的话，第三转法轮，是这样回答的。但是呢，这个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因为第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是主要跟唯识派的见解有关系的。好，还有问题吗？可是呢，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那个有三无性嘛，哈，三无自性，然后那个第二个生无自性是说依他性，依他起性是生无自性。对对。对啊，然后可是，在讲那个圣意无自性的时候，有两个嘛，那第一个他还是说是，所以他的道理根本不一样。就是第一个，依他起的这些法，为什么说身无自性，对不对？那他的道理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没有自然的升起，一定要观待因缘，所以说身无自性，这个是第一个道理。对。那在解释第三无自性的时候，所谓的三无自，就是圣意无自性呢，它有两种。第一种呢，第一种法就是依他起的法，就是圣意无自性。那它的道理是，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说依他起的法？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色声香味触就是五境，这个五境为什么是圣意无自性呢？他说，这不是清净所缘境界的缘故，所以是圣意无自性。所以上面的这个道理和下面的这个道理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意思就是说，我们依于
五境是没有办法减轻我们的这个内在的烦恼，因为没有办法亲近我们的这个内心，没有办法净化我们的内心。那远什么样的一个法才能净化我们的心的心里面的烦恼呢？直接有关系的就是空性，修空性才能断除烦恼。明白吗？可是啦，所以说依他起性，就是他既是身无自性，也是圣意无自性。对，是这样。嗯，既是身无自性性，又是圣意无自性性。啊？为什么？为什么？刚才就是两种的道理，不是讲了吗？嗯，一个东西同时又是依他起，又是生意无自信性，这样哦，我听不懂哎。不是依他起啊。嗯。依他起这个法，既是生无自信性，又是生意无自信性，是这个意思啊。哦，这个法既是生无自信性，又是生意无自信性哦。对，嗯。可惜啦，生意无自信性不是指那个空性的法哦。它指的是空性的法，对。对啊，那依他起怎么会是空性的法呢？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就是有两种，生意无自信嘛，对不对？这个里面的生意呢，就有两种的说法。啊，可惜啦，我以为我的理解里面，我以为说哈，依他起这个呢，就是生无自信性，然后呢，圆成实这个法呢，就是圣意无自信性，我这样理解对吗？这样可以啊。那简单的来补充的话是这样的，依他起的这些法呢，比如说我们会说色即是空，对不对？提到色的时候是依他起，空的时候就是圆成实。所以色和空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是能依所依的一个关系。所以通达空性的圣者的智慧，他所依的是什么？他通达的对境就是空性，那空性的所依就是色法。所以我们修色法能够成佛吗？能够什么断除我们的烦恼吗？还是修色法的上面的这个空性能断除我们的这个烦恼？啊？就空性，对啊，所以色即是空来做例子的话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问两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空性呢，它不是这样一般的这样的，就是一定要结合一个对境，一定要结合一个所依，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讲一个空性的，没有办法说空性的。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葛西朗。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单纯的这样的空性，你一定要搭配一个东西一个法才有空性的。就像什么无常，对不对？就是刹那性嘛。我们在理解刹那性的时候，在一个粒子上，你就是在一个粒子上
不去分析这个刹那性的内涵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刹那性是什么样的，就是东西。比如说，一年四季，就是四季，春夏秋冬，这个刹那性搭配春夏秋冬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可以知道春夏秋冬当然有变化，所以它的这些变化呢，就是刹那性。不然的话，这个刹那性没有办法单纯的解释的，没有办法，空性也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它自己单纯的解释，没有办法它是一个单纯的就是认为是存在的。所以这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呢，圣意五自性的这个两个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通达空性的这个根本质的它的所依的这个色法是不是圣意五自性。那为什么不是圣为什么说是圣意五自性性呢？一个问题。那然后色法上面的空性为什么是圣意无自性性？所以就是在问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空性的所依法，一个是空性自己。那为什么这里面特别的问这个所依的色法是圣意无自性性呢？因为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因为色法就是空性的一个所依，所以它也是不是空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特别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色法它是圣意无自性性。那为什么是圣意无自性性呢？因为修它或者是依于它是没有办法断出我们的烦恼和法我执。好，其他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下课。好，那有时间的话，请你们复习啊，预习一下这个三性的定义，也就是说，依他起缘成始，那然后遍计所知。这个三个法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依他起呢，就是跟依他起指的就是无常的法。那然后缘成始呢是空性，遍计所知就是除了这个两者法以外的法，就是遍计所知法。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共曼达。妙相遍途，华山之大地，须弥世舟，日月所转。
进入佛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一旦不住热南曼达拉冈尼亚达亚米。好，到此地起愿为。得念念多门的住念念卡那央玛卡杰萨玛尼罗密玛尼根多罗。那地之月，我摩大觉知，天马之比，赤罗滚陀，羊家比，羊俱舍比，眼比仁波，观众朗起就，念念俱比，皆能念念说，让给其心多比朗，修得之月，常比大给其女也，一切明巴悉皆能之月，天马与念念，天马念念就给马乔巴，恰恰娘巴的俱比俱地念念俱。Sejee,感知提拔就拉举举举举举就拉真巴地徒弟那举大度就举人家举家举就归就举举好回向乐给今天三名给我的电脑中华刚刚刚刚的七八的几句路上茶巴一点比你不好的都是心胸老爸上天我命在把一对比出去天的用大度一度节约是地不度天出去这边扎心胸要别不觉得千把当宽度让不地样的人天的根据技术到了人给我你的当局劳动就说这边叫我的我看了就多看吧你大哥哥走啊你们让不去就那多胡啊你讲究生就的马鸡巴大鸡就的鸡鸡巴娘巴面巴一公的公都比我小多少你们谁玩休息了那我们前南北界随我修，讲究就难就不修。好，大家晚安。